很酷哦，戴黑眼镜哦。装修装饰啊什么，所以说他们说这个大自然那叫鬼斧神工啊，啊，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是告诉大家，曾经在这儿有个 bus 转过来以后。
邓小平，哎，邓小四川，北京时，哎呦，展起来！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啊，是爸妈给卖发展，都我们呢、啊，过年之前满满是啊。大家啊，旅途愉快啊！有机会的再来加拿大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